贵哦，根本买不起。まるで迷路だな。通称列車墓場、ジャンクパーツの宝庫。あそこに見えてる車両倉庫の向こうが7番街のはずだよ。明かりのついている場所を通っていこう。明かり、明かり、あれだな。全然いないね。普段は誰も近寄らないの。モンスターだけじゃなくて、怖い噂もあるし。噂？列車墓場にはお化けが出るって。夜の列車墓場に迷い込むと二度と戻ってこられなくなるんだって。お化け？子供騙しだって思うよ、私も。でも早く抜けよう。命运长帐，但这我还没用，呵呵，还没练满。但这个完全没有可以连接的槽对不对？这工具比较强，它连接槽只有一个，等着练满再说吧。ここは任せ。そういうわけには。そこ。いや、気負いすぎるか。頑張るね。行くよ。お疲れ様。这样幻象都练不起来，笑死了。
等下打 boss 再用吧，可能有点浪费。未必吧。我是打箱子，结果他强制让人家过来这里。つく時間じゃない。じゃあ、我的妈！蹴散らすぞ。邪魔はさせない。私に任せて。さあ、行くよ。好满哦，用不完。
哎，原本这个是什么？为父王，嗯。升 HP， 其实很多章节其实就只是过一个迷宫就算一个章节了。哎哎，何？大丈夫か？こっちはなんとか。平気。見て。私たち呼ばれてる？ここが車両倉庫か。哇，好先进，自动门呢，而且发荧光剂。嗯，行ってみよう。え？え？でも大丈夫。凄腕のボディーガードいるから。うん。ね。お化けは専門外だ。そんなこと言わないで、なんとかして。分かったから離れてくれ。穿越列车车库，这样啊？不动会怎样？好像没什么反应哦。这样太无聊了吧？什么东西我根本没看到啊原本是这样吗？我都忘记了。見つけた。ねえ、ちょっとお話しよ。啊，什么挖沟？偷窃，看一下。
只能偷到以太而已啊。怕火焰。哎，发言没了。哇，光好弱。啊，火焰比较魔法比较有效率。連携しよう。よし、やっちゃおう。いいとこ見せなきゃ。但现在他爱丽丝没有装啊，我要拔下来。我的妈！モンスターだ。そうだけど、何？あ！無事か？うん、ありがとう、クラウド。別のルートを探すしかないな。この列車は7番街スラム駅経由。さしょ。列車旗が行きです。ご乗車に行く。
ダメだな。電源が落ちている。これもいたずらかな。電源どこかで操作してる？歌德手足平均血我刚刚没有看旁边的东西，哎，还要回去啊？鬼魂 B 可以附武的呢，来试一下好了。以往都有这种设计啊，还是让他复活。哦，没有，会有攻击的，可是242没什么威力。发什么东东？发生什么事？
按错了。虽然说要火焰比较有效，但好像只要是魔法，效果会都比普攻好多了，物理攻击好多了。刚刚用治愈是打得到了，可是才240几，也没什么用处，过不去。好，那里有个门。一开始他都没有，后来他自动装了护盾。吸两 MP 而已，感觉上没什么用哎，说实在的。治疗没有，没有事。
是下面。我刚以为是在上面，看不太清楚。他没有显示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也不能走。啊，这边锁起来。反対側にも扉あったみたい。ぐるっと回り込むしかなさそうだね。難怪，还只能走这里。三人都没有。这什么都没有，
闹鬼喽！天马超怕。原来是个鬼，不是？怕虎，会拖到消灭。我靠！吐血失败。我被沉默了。真的要中了。是不是都一直被挡下来？
哎、欸，少校。そこにいてくれ。よし、やっちゃおう。出番だよ。待たせてごめん。いけるか。沈め。是真的，因为我没有装火焰给艾丽丝，装攻击力都太强。哇，不能用，因为有时候打不到啊。看，被挡住，哈哈哈哈哈！刚好物品在那里，还被挡住，妈的，太搞笑了一点。有没有吧？打不到。啊、我刚刚用了有没有太小啦，然后突然进入画面，试镜画面，我的招数都被吃掉，我只要复原而已啊。哎呦，我爆炸！
打到，还是飞真烦。我被砸到了、哦、他都会对他都会何の話だ。戻ってクレーンを動かそう。
波折的会。就是沉默的时候，我都没有放道具，因为放道具就消耗个 ATB， 有点浪费。还不如等一下。やったね。早く外へ。これ。あの子。マリン。でね、黒い風に連れて行かれた子はね、ずーっと列車墓場をさまようんだって。危ないからティファも絶対に近づいちゃダメだよ。うん、わかった。それでね、昨日はベティがね、お父さんと。父ちゃん、遅いね。そうだね、今日は帰ってこれないかも。マリー、あのね、早く7番街に帰らないと。
ってる。向こう側に行けるかな。やられる前に倒す。届けそこ。消えろ。意地悪しないで。一直被那个超烦的，感觉觉得锁链子没什么用，一直跑来跑去有什么意义啊？干你娘的！按错了。这个手电真的没什么用哎，他就一直跑，一直跑啊！然后我看到其他人被攻击，还要去弄一下，然后下一秒敌人就打过来，这那有什么意义？因为他都没办法让人家看到前面的状况。
导致这个锁链真的不知道有什么用处，超基础的。就变成你可能一开始就要放那些什么护盾是有的没的，会比较好打。但问题是，看起来就是很类似动作游戏的东西，是什么不会后仰啊、硬直是这种问题。但这游戏本身跟 RPG 就有关联，所以没有什么，就是有硬直跟没硬直根本没什么意义。但实际上是因为可能是一开始吧，我们这边敌人都要用弱点打比较好，但我会一直没有放魔火焰魔法，所以打起来比较辛苦一点。大丈夫？これってプレート解放の緊急コールは覚えてない。いつもの落とせるぞ。为什么这边的贴图这么烂？就糊的一片。哎呀，妈，飞太快了！今晚要吃不着，毛头毛头。状况报告して。何か問題か。逆逆。やつら集中心中する気だぞと。攻撃の終了するんだ。ディファン。計画は本当だったんだ。バレットたちが簡単にやられるはずがない。七番街はもうすぐ。行こう。我怎么过去？NPV 下这样一点点，
哇，102。怎么那么亮？可以偷得到凤凰尾巴。刚刚克劳的打完之后瞬间从旁边出现，我超瞬移。我以为是放什么东西，结果不是。
就是5000我都买不起。虽然说可以卖掉一些石头啊，可是想说以后可能还用得到。連れて行かれた子はね、ずーっと列車墓場をさまようんだって。君が守ってくれたの？
我看好悲哦，不知道我看见你了。那是冰，刚好我把它拔掉，操你妹嘞！那有这种差这么多的、啊，一下冰一下火，你说他有没有抗拒？最健康性。我又没中，操！真是够了，这么刚刚好，算了，先用。我也不用不用都一样，因为没有任何可以弱点可以打。
你也是喜欢阿多雷神勇。
速度はいい。他都会被电到，妈的！哎，他不打我了。哎，他是不是有改属性？啊不不不不，不是不是。哎，他左右人。看一下。一样啊，欧洲可以打落去。可我们有没有打落点啊？要打落点，要力竭他们是有点难哎。啊，那可是都被糖刀。然后用魔法打，不是用落点的魔法打，就一般一般而已。すごい。またね。在这过不去了。
上去打两个 boss。这两个 boss 刚好带的东西都是相反的，打得有点痛苦。ダメ